可以实话实说吗？焦点真的是害死人了，对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焦点其实他很聪明，然后他这一次我们有三个老师，然后一个业界的大师，就是我们的杰克。这一趟是一个很棒的旅程，我们从去年十月里面啊，开始跟盛秀老师啊、小安老师跟大比老师，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课程的讨论。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合作，那我从他们的身上也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像盛修老师啊、小安老师啊，还有我，然后我们就共同互相去激荡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互相去做观摩，所以他们的课做得非常好。那我们就要想着，如果可以做得很好，也许我们在下一堂课，我可以做呼应，又或者我可以再强化，然后或者再做更多的注解。讲师有的时候也希望可以避免掉，可能今天盛秀老师已经讲的东西，下个礼拜我又讲的话，大家就会觉得，怎么来听两堂课讲一样的？那我们就希望说，让伙伴们得到一个更丰富，然后有连结性的一个课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还有师叔的精神，就是上一堂课是不行的，是要陪着他们成长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焦点的设计非常非常棒，就好好的玩，然后尽量的问，然后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分享，可以交流。那我们彼此交流越多的话，其实可以得到的一些收获会越多，而且今天分享的东西跟外面平常接触到的比较少，因为我们今天会谈行为，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的状况都不一样，然后你怎么样用很快速的方法可以了解这个人的个性，然后进而可以跟他的关系可以拉更近一点，然后还有我们还今天谈到自我定位，所以怎么样了解自己的个性也很重要，那我们就可以进到企业里头。 OK 作为管理很兴奋，所以也会